敢和宋小宝比搞笑吗？哪敢？为什么呢？宋小宝老师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他，他那种搞笑的风格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的。我是猪啊！我是硬着头皮搞笑的。所以最近我真的是硬着头皮顶的，就是为了生活嘛。